三个人去。太大。人全有啊，最好不要死了。哎呦，看到蓝色球就挡就对了。好，然后地上这个就是物理站，物理站右边，法术站左边。不要说左右了，我跟你的位置是相反。法术站黄色的，黄色对。然后背后的绿球要宰，蓝色的球比较软的就不要挡。挡那球会一直扣血，所以比较软的会闪一下地板。地上现闪哦，地板完往后面应该也是左右两边，各站三个人。各站三个人。三个人。支援三个人，右边好了，左边好了，其他人准备打兵哦。橘色够了，橘色够人哦。转火，转火，打完兵，转火打冰块。好，月亮集合哦。打完兵的月亮。都过来。月亮，啊，镭射光来了，小心了。我等下闪完回去，回到一到三，然后看一下背后的。绿的要闪，绿球要闪哦，不要吃到哦。啊，青刀吃到了，法术采技能哦。只剩有大就开吧。看一下球，好，挡球。红色线的时候挡完，它会地上会出毒，所以要闪哦。地板玩就是陨石。快躲开伤害区域！好痛！站各站三个人，然后等一下站三个人之后直接打完。全球。全球。可是要先站哦，先站，要各站三个人。站了，先站哦，先站哦。全军还是先站的。我后面的没有人。边打。全力哦，大力，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要死了。